我向志云告白了。那么志云他怎么说？我是真心的。对不起，我对何云的感情是特别的。志云他当然愿意接受我，好好教我。何云啊，你父亲来了。爸，大叔是何云，我是你亲生父亲。灰姑娘与四骑士，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东森戏剧台。